嗰個數字諗法嗰個咧，當我 set 咗 income 之後，佢即刻就輪到啱啱就喺上邊，除咗 A V 度，我係 C 單又 C G S， 佢呢度需要爆嘅，一定係100%。我呢啲嘢住，我都記得一切敗如無嘅。開頭睇個新聞，朝頭早咧，港鐵觀塘線咪數漲嘅，跟住延咗10個鐘頭，簡單嚟講。就係佢故障係遲咗10個鐘。個個都係估錯。同一時間咧，天水圍天瑞村話有個人就感染咗日本腦炎。天瑞村就正正就喺我屋企遠啲啊，即係簡單講2公里，1.幾公里左右。見到都有好多嗰啲清潔人員咧，喺附近嗰啲即係廠嗰度消毒，一敗敗冇嘅，見到我同我屋企人去中環嗰個摩天輪坐，即係坐摩天輪，咁買普通或者水或者鑽石意思就係話自己有一家人爆傷，但係要需要200幾蚊。所以都算第一次坐過先，唔係第一次嘅，開空應該坐過，以前都坐過。跟住後屘翻去坐車嗰陣時，見到有個鐵盒米嘅緊車，由九龍去南昌。嗰陣我哋咪坐翻東涌線翻去南昌，就唔使住嘅，翻屋企。跟住喺 YouTube 度見到嗰個人真係佢嚟，佢擺咗上去之後，見點都冇，我都係望住佢，一個怪物嘅女人士。大家知啦，全港三化開頭起咗身嗰陣時，出去買早餐，見到個巴士站勁多人排隊，佢大嘅西站就。反而係冇人嘅，冇人去西藏。睇咗新聞就知話，多區有巴座運動。西鐵線，睇完新聞就話，西鐵線咧，屯門至到錦上個站大服務，跟住全港啊，都似除咗機場快線之外，其他線都有延。喺屯門至錦上路，跟住後屘荃灣線就荃灣至到尖沙咀嘅服務暫停，跟住機鐵線啊，全機鐵線就係停曬，東涌線青衣至到九龍站暫停，觀塘線就全線暫停。港島線、灣仔去到柴灣暫停，西鐵線、柯士甸道都暫停，東鐵線就係九龍塘至到羅湖嗰都係暫停。嗰陣咪睇咗新聞，就凌晨嗰陣時，咪聽到出邊好大聲嘅，啲人喺度，應該係天神領處咯。勁多人排緊巴士，
競爭。後屘去到下晝，嗰陣我都玩 BF 嘢，去到下晝差唔多一點幾嗰時，見到坪下路有幾日警車細個，我屋企人翻工，但後屘就話叫我唔好去天盛商場嗰度，因為天盛商場嗰個位置有好多個防暴企喺度。於是我出去買飯嗰陣時咧，聽到好大聲。原來我屋企門口前面有幾個防暴行緊過去停車場嗰度，跟住嗰啲住喺度嗰啲唔係住喺度嗰啲人喺度跟住喺度鬧。我記得嗰陣有影到我，跟住後屘我翻去天盛街市門口，見到有兩百人嗌曬，再去警署隔離。成堆人企喺警署門口度，因為有個少女咪佢俾防暴台入警署嗰陣時咪走光嘅，但係佢成天話會走光，一直都有人喺附近嗰度即係企出馬路成啦，甚至天橋上好多人，嗰陣我都有影相。跟住我買飯。佢家而家買飯啊！買翻嚟之後，我出到去上電梯，見到有幾架警車由北江駛過嚟天耀路嗰度，十字路口落車追住馬路嗰啲示威者，後屘拉咗起碼過百個，七十個啊！有人就好大聲喺度講，其實我都係拍片嘅。跟住我就冇理咁多派人片，之後即刻上翻天橋。天橋咧好多人喺度望住，跟住我即刻影咗相。後屘電影啊，見到佢個防暴，佢啲支黑旗。放天之後，我即刻翻屋企睇咗新聞，就係天上警署防暴已經射咗 TG 啦。我家人都叫我不出街，但我都冇理由接跑步。開頭咧四點幾嗰陣時，咪防暴咪已經即係已經揸咗十字路口嗰個權利嘅，成個十字路口都係防暴同埋警車嘅。跟住一直向西頭推完進之後，我跑完步再入再引體之後翻嚟。成堆示威者又集結喺天水圍警署附近，跟住我都即刻翻屋企。嗰陣我屋企人再揾我，點解我唔喺度？舊年八月五號我都冇嚟到。Facebook 真係屌你老味，最認真嗰啲人單條就係超基。我玩 BF 五，自己手19.7，我跑步嗰陣時晚太陽，到我翻嚟之後陰天，之後繼續取消咗。位遠離咗香港之後，已經變咗熱帶風暴。去到6-7:30嗰陣時，出到落大，跟住行線，一直到11:幾。嗰啲雨區好大，落雨嗰時咪涼啲嘅，25度。一個地盤佬就復陽啦，復陽即係陰性之後就變翻陽性，甚至唔記得咗咩叫復陽，即係明明冇確診嘅，忽然之間又確診翻。
幾幫我只迷風深水埗嗰度。WTV 我望到嗰個影片咧，私人沙發我望個 baby 喺裏面，個私人沙發係冇網管，意思係話私人沙發呢個突破有玻璃箱，有玻璃箱，兩邊 WTV 喺度鬥穿，對嗰個咩 losing 咧，嗰個 never exciting 嘅，呢個咪超出嘅。見佢見嗰個人俾佢殺之後，哇！跑得超快，對眼跑得超快。跟住我心諗，我參加 call 你好似都買咗 BF， 打定輸數，因為我好似冇見到。不過唔代表聽日都唔見，只不過撞彩啫。佢哋都將嗰個個人資料變咗私隱。打電話隨時可能會見到佢。見嗰班 WTV 都開咗 server， 不過 server 係邊啲人買？入對直屎嘅啫。李慧思在場地單車寄予賽迷的那個復活賽不是拿了第一名，明天就入半決賽，他另一個 fan 就入不到，夜晚看奧運有一個紅藍子100米，藍子400米，開頭有個德國的選手開始跑的時候，後尾佢扭傷咗自己只腳，於是佢就跑跑，跟住佢起碼跑咗十秒都冇，即刻就腳痛跑啦，就咁樣放棄咗機會。跑步咧，我就對我自己嚟講就長跑就都。勁啲，短跑弱啲，相比。都要同一組住曬。